天看起来心情很好哎、欸。没错，我网络上买的鞋子昨天到货了，好开心哦！我今天要穿着它到处跑。姐姐，我要吃玉米蛋饼。什么姐姐啦，阿姨呀、啊、啦，好姐姐。那乌兰叫小人，一看就是姐姐。哇，吃好饱哦，真开心。我们要自由。干嘛啦？人家要煮人了啦，讨厌。baby 你在干嘛？嗯，在干嘛 ？baby 你在干嘛？在干嘛 ？baby 你在干嘛 ？baby 在跟 baby 躺着看电影了，好幸福哦！我也最喜欢跟 baby 躺着看电影了。那以后我们每个礼拜都一起看电影，好不好，小笨蛋？做一样事情，好无聊。好 ，baby 肚子饿，要不要出门吃晚餐？啊，要出门呢、哦。好啦，我去买，你要吃什么？啊，好漂亮哦！等等我啦！我想尿尿。好啊，厕所在前面，那我先去逛无印良品哦。等等你上完出来，左转手扶梯上一层楼，右手边就是无印良品了。你说手扶梯左转，厕所出来左转手扶梯上一层楼，右手边就是无印良品了。好，没问题。比如说厕所出来左转右转我要先找到手扶梯，手扶梯是往上还是往下？完蛋了 baby， 我找不到。怎么会找不到啊？不是跟你说厕所出来左转手扶梯上一层楼，右手边就是无印良品了吗？我就是不记得嘛，你本来就知道我容易迷路，还丢那么难的路线，奇怪，不理你了啦。好啦，傻瓜。出门，他说他有个朋友从来不接电话的，你不觉得很搞笑吗？接到电话，听说波波在他男友手机发现其他女生暧昧简讯呢，好可怜哦！真的假的？对呀、啊，而且你知道那个男生很贼，你知道他是怎么藏的吗？你吃饱了吗？吃饱啦、啊，还剩很多哎、欸，可以打包啊，这个明天早上吃，这个中午吃，这个下午茶，这个当点心。baby 抱起来也好舒服哦，我就很喜欢吃呢。哦，对了，礼拜天要跟法拉利哥他们去吃饭，你知道哪边有好吃的港式料理吗？我知道哦，上次跟小咪他们去一家不错，我等一下传地址给你。上菜咯。哇，会点太多吗？没办法，我每个都想吃吃看嘛，好吃哦。傻瓜，那你要不要吃吃看我的？谢谢 baby， 好幸福哦。要不要出去吃饭啊？好累哦，懒得出门。你在累什么？今天不是放假吗？我早上有洗衣服啊，今天的体力用完了。洗衣服不是按按钮而已吗？哎呦，出门吃饭还要换衣服，很麻烦呢。不能叫熊猫就好了嘛。好了，受不了你耶，怎么会那么懒的人啊？baby 洗澡睡觉咯。我今天没出门，应该不用洗澡吧？耶、yeah, ，睡觉哦。这个礼拜要加班，不能陪 baby 了。为什么？那假日两天我都要一个人呢？我一个人要干嘛？我很想你的话怎么办？我们还是可以讲电话啊，讲电话又不能抱抱，不能亲亲。不要哭啦，我想要 baby 在身边给我抱抱吧。偶尔分开一下见面会更开心啊，小别胜新婚嘛。为什么你都不难过？为什么你好像很开心我们不能见面？你是不是找着你了？每个礼拜跟我腻在一起，你觉得我很黏人吗？没有啊，我只是安慰你。是吗？你哭成这样那么可怜，只是想你开心一点嘛。下次带你去吃好吃的，以后绝对不会分开那么久了。好吧。哦，
这个比较便宜，可是容量比较少。哦哦哦，沐浴乳没嘞，没。卫生纸没了，没。衣架要多买一点，没。你内裤也破洞了，要多买几件。你小声一点啦。有什么好害羞的？所以内裤不会破洞嘛？奇怪。哇，今天人好多。对啊。就要到我们了。没关系啦。先生，你有看到后面排很多人吗？大家都赶时间，你赶时间，我也赶时间，但是不可以省你的时间，花了我的时间，所以请你到后面排队哦，谢谢。一共1500块。你可以吗？如果不行的话，我来。可以。抱歉迟到了啊，没事，我也刚到。哇，你穿得好漂亮哦。哪有，只是随便搭配一下而已。最近很喜欢欧美这种慵懒随性的感觉，很适合你耶。你最近都在干嘛？哦，最近在学画画，我把自己的画放到 NFT 上，结果还真的卖得到钱耶，真的是有趣。你也太厉害了吧，我连 NFT 是什么都不知道。我也是一知半解，慢慢学习咯。真的不用我们载你回去吗？真的不用啊，我可以自己坐捷运，我还想要自己去地下街逛一下。好吧，那你要小心点哦。好的。睡不着觉，行事说给谁听？我听啊。你们弹华生出上第三完了，你总输回，好好看。哎呀，真麻烦你，我三周末了。啾啾妹嘞，这节课是早八他肯定巧雕啊，等等把他点名就对了啦。叫他听课，昨天三点还在线上，他晚上都在干嘛？不知道啊。谁说我坏话啊？都下午三点了，好饿哦，吃泡面。疫情在家的生活也太无趣了吧！突然一个很想躲到乡下去种田之类的呢。推荐一个东东啦，在仙女奇缘里面打造自己的专属农场，先用豌豆把你养的鸡喂饱，再用小麦把你养的牛喂饱，之后跑去树精之地大冒险。体力不够用吗？你可以跟地图上的商人交换商品，在炼金站转换，用购物车里面的动物硬币在萤火上面煮饭，完成马童订单，冒险中打开宝箱钻石获取小猪存钱罐，也都可以得到体力哦，还可以跟睡美人那些童话故事的人物当朋友哎。输入我的专属兑换码，看资讯栏领取好礼哦。总之就是超疗愈、超可爱的啦！喊猪猪们一起开启仙女奇缘吧！